卧底传送门的框架里面会是什么样的世界呢？让我们穿越进去看看吧。准备好了吗，小伙伴们？别眨眼哦，我要丢墨影珍珠了。老大，这不是墨地吗？唯一不一样的是这里面到处都是框架。哎，那这里面有墨影龙吗？让我们找找看。哎，好像有墨影龙。哎，这里还有墨地水晶，那墨影龙呢？我们没发现墨影龙呀。我们到地下找找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挖穿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在一个狭小的框架世界里，这里面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墨影龙呢？哎，钻石里面的世界，你们好奇不好奇啊？兄弟兄弟，钻石连个眼儿都没有，你怎么能进去呢？哈哈，那就看墨影珍珠了。怎么样，这就是钻石里的世界。哎，这里面是结晶吗？这些棒棒有点像墨地竹啊。哎，这搞不好插屁屁上怎么办啊？打掉打掉，我这也太多了。算了算了，我们还是下去吧。哎，我的世界唱片机是怎么工作的，你们知道吗？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哦丢哦，这里面这么多红石线路啊。哇，这看起来好复杂呀。我们现在真是光会使用不懂原理呀，更别说把这些干出来了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